第一个，你就先记得这个 Google 的上这个网址哦，HTTP 哈，然后 www.go.com 啊，go.gle.com.tw 哦。那另外，如果你要申请哦这个账号的话，最简单，你可以从 Gmail 里面Gmail 来做。那加入的方式哦，你就直接按 Gmail 啊，Gmail 这个地方会出现哦，要你登录。假设你没有啊，你就直接。找到那个下面这边有个叫这个有没有免费又好用？这边有个叫建立账户的一个大的按钮，你把它按下去，那直接就把这个相关的讯息都填上去就可以了，填上就可以。那像我这边已经申请了大概至少超过十组的账号了哈。如果10组以上的账号，每一个账号你都可以利用它哈，在网络上取得免费的资源啊。那这边的话呢？最后完成之后的话，那接受它就会建立一个账号，你就可以利用这个部分呢，当成你的 Google 账号。那登录之后的话呢，就可以看到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个，上个礼拜的，哦，这个资料，这个资料。那请你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啊，下载下来之后，这边 goo.gl 哦，那这个连接呢？尽量把它记下，OMJW8 Enter 进来。那下载的范例档案哦，就是这个叫应该是这个，请下载这一个哈，这叫 Excel 的函数练习题哦，下载下来，并且解压缩哦，记得要点一下，按右键也可以哦。那下载之后的解压缩哦，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再来看那个。逻辑函数这个啊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